裸聊佛庭赛中蒲头，男神刘子健下门开波降晒咧，仲记唔记得边个刘子健呢？即系吴亦希个男神密友啊！自从我哋踢爆佢透过 WhatsApp 同 Line 裸聊14岁靓妹后，佢即时俾所属球会南华停赛，刘子健随即人间消失，好耐都冇蒲头啦！爆出裸聊后嗰成个月，男神终于现身，原来佢去咗澳职打波啊！唔系澳洲，系澳门啊！上个礼拜日，佢代表澳门福建篮球队参加喺厦门举办嘅第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篮球赛。仲攞到第三名，奖金有两皮噶，成队。但刘子健冇落场打，我估都有浅分啩。希望佢新天新地，重新做人啦，再打多啲波，发泄下啲精力嘛。